这是小鱼的身体，这是小鱼的尾巴。对了，我们一起来拼小鱼吧。哇，有好多形状。你们快看一下，我们需要哪一个形状拼小鱼的身体呢？我们可以试一试。
没错，小鱼的身体就是一个大大的三角形。你们太棒了，我们来听小鱼的尾巴吧。你们知道小鱼的尾巴是什么形状吗？三角形。哈哈，答对了，那你们快来拼吧。可是这里有两个三角形啊。有哪一个呢？我们可以试一试。是这个三角形吗？不是这个。那一定是这个三角形了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哇哦，我们的小鱼拼好了。哦，太棒了，哈哈，小鱼拼好了。小鱼真可爱，游啊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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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托托，我们一起去找小鱼玩吧。小朋友，你也和我们一起来吧。大家一起来，大老鼠。
小呀？是大的。那你的呢？小。手大，我的手小。爸爸的脚大，我的脚小。在睡觉呢，鹏鹏在睡觉，你小声点。鹏鹏睡觉啦，快走。小土豆可真
弦的小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这首好听的儿歌吧。快点快点，跟我们一起学儿歌吧。一个两个，两个土豆圆滚滚。一个两个，两个土豆圆滚滚。三个四个，四个土豆跳跳跳。三个四个，四个土豆跳跳跳。五个六个，六个土豆拉拉手。五个六个，六个土豆拉拉手。七个八个，八个土豆笑呵呵。七个八个，八个土豆笑呵呵。哇，太棒了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。哦，小朋友，我看到你了，嘿嘿，你也学会了，快来跟我们一起再来跳一遍吧。七个八个，八个土豆笑呵呵。一个两个，两个土豆圆滚滚。三个四个，四个土豆跳跳跳。五个六个，六个土豆拉拉手。七个八个，八个土豆笑呵呵。七个八个，八个土豆笑呵呵。一个两个，两个土豆圆滚滚。三个四个，四个土豆跳跳跳。五个六个，六个土豆拉拉手。七个八个，八个土豆笑呵呵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。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。一起扭屁股，碰碰扭屁股，快来扭屁股，啦啦啦啦啦。画个圈圈。
圈圈，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，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跺脚，碰碰再跺脚，一起来跺脚，啦啦啦啦啦。今天我们玩得很快乐，我们明天再见面，再见了，再见。